山不四环。一起进入小探险家的户外世界吧。别也不当我就抢、看着宝宝们在阳光下奔跑，尽情的释放天性，成长本身就是一场大探险。当然了，探险过程中难免会有小插曲，不过别担心，作为宝宝的超级英雄，我们总是在旁边守护着。之所以敢大胆放手的底气，就是来自宝宝强健的体质。说到强健体质，我的王牌武器就是我们家宝宝一直在喝的主打双叶和强内护的我们家美素佳儿，它可是中国宝宝实证天然乳汁加强化乳铁蛋白组合配方，可高达30家的精粹高活乳铁蛋白，每100克奶粉里含有450毫克的高含量，助力宝宝高能保护力。另外还有实证50%天然乳汁保护因子群，由内而外的构筑保护墙，带着宝宝到处玩根本不用担心。新国标升级，香兰素也拿掉了，零添加安心配方，口感清淡，宝宝超爱喝。看看我们的小探险家玩得不亦乐乎，我们从不给孩子的成长设限，相信他们会的勇敢探索的路上解锁各种可能性。